开始，正式开始。一 P 测的，杰成有没有一位玩家召开？杰成 VS 二 P 测大门。请问 KO 五有没有一个玩家召开？杰成在去年比赛拿到第三名，非常精彩，有几场非常大逆转，还有一些就是很惊人的。对，这应该算是 Payback 吧，因为去年他们的角色也是用这两次。对，这个 Payback 啊，但是把对方打出角落40%。下颚没有缺板，下颚下段火球，好的，下段的喷镭射还是一样很强。在这个版本里面，因为大家有极限电路，就是反而是故意的这种，就是距离战的打法，避回面的对，尤其是就是中领这种，就是用气功可以去控制比赛节奏。下段挡住了，就会换成风风神。下段，哎呀，这个空灰马上一个摔，这个格斗游戏功力的展现。跳确认，哎呀，太糟了，我飞踢直接飞过去。哇，刘康的脚踏车。哎、那好了，没了，那个在比赛中的话就没关系。怎么了？刚、有人按了暂停，不过那是在回合之前，所以没关系。好、哦。确认哦。40%，下段气功，下段气功，哇，好漂亮！知道对手要前进的意图，下段。哎，爆掉，这个是赌蛮大的，浪费两条气跟所有的体力条。下段，不好气，现在是大门占优势啊。哦、这个 reset 还不错。嗯。距离拉近以后，下段，下回这直觉，下段气功，哇、哦，中段，这配的还不错。对啊。Nice， 下回再把它打出去以后，啊，非常的可惜，两条气把它用掉。双方现在各拿到一个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场精彩，这场。那个我们 KO 服啊，哎，你们要野台吗？要不要练习一下？这个是副帮，很难去。好，哇，这个这招真的不要，哦，保掉。这不错，这。等一下，第一场下段，下段跟对薄若言。哦，这个上下折，没错，角落压制，嗯，12%，防止对手跳出去。哇，这取消，哎，刚刚一个取消。方向交换，哎、欸，又交换了，哇，不断的交换的角落的攻板、雀板，漂亮，哦，那下段好短，好气，哦，这是那个杰成，杰成的去年的知名连段，三可惜三下就停下来，小歪，哇、哦，好远哦 ，EX 确认，漂亮啊，没有跑到，可惜，中段，好气，漂亮，脚踏车，大门冷静，哦，这个滞空。陷入了危机，这个 可惜呀、啊！第一个灯由杰成拿下，精彩！第一场胜利由杰成拿下，1-0领先，不要一沾到暂停，我觉得有点不稳。中段，那杰成很有名的一种开场啊，开场中段，这一招呢是重力战士的主力，这第三下的中段，这蛮少见的。哦，第一下真是没有漂亮啊、哦！大门打起来跟去年差了蛮多的、哦，嗯，没有错，连段的一些确认都蛮准确的，对啊，这是很厉害，刚到现场都不用热身，嗯、下段有些玩家住的稍微远一点，对啊，哇，这个对空非常完美的对空，下段挡住了，这不会中太多次，没有气的情况下，不小心把对方射入角落，应该是没有加上方向键哦，哎，这可以确保，来不及，下段，哦，这个绝对领先。但是杰森啊，漂亮，这血板漂亮。战人快打唯一有一个特色就是挡住会扣血啊，对对，所以也是一个造成对手心理压力的一个确认、哦。有变更的时期哦，就是你随时都在削减对手的血量，这是一个非常努力进攻的游戏。他其他的都没有变更，利用有利分的下、啊。然后玩家没有确认，二段停下来 ，EX 的正。哎，起身下气功，非常少见的起身，中段没有挡住。对，刚刚他们在打野台的时候，我一直看到杰成用这一招，特别的起身。对，打 Frank， 这个真的蛮少见的。确认，漂亮。确认，对，漂亮。哇、哦，哦，两条气，大门的连段。哦，两条气可以打到42，很值得。哇，飞踢飞过去了，哦，扎实的对空，气功互穿，这游戏的特色之一，气功不会互相抵消。对，所有的气功都在平行世界中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地盘，大门取得一局一平，1-1。杰成气要摔耳机。OK。被做成了骨头标本。啊，你也有啊？
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看后面，在荧幕后面。大门，抱歉。啊，我们选手都有准备耳机，但是刚刚就是大门没看到，这个稍微会影响一点。大门，大门，抱歉啊。对。对啊。哦，拍手，刚刚没有讲到。对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所以我们稍微进行一下 set up， 很快的就要进行决胜的第三场。好，开始了。这场其实抢的还蛮凶的。这场又是个开场中段，对，又是哦，两个中段，然后再刘康的中段还算不错的一个。刘康的中段是快到完全没办法反应，但是他有破绽，而且他没办法连断，前圈圈按完的结果，后三跑气，哇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哦，这个很少见的 miss。对啊，第四段，哦，这个确认，这个应该就不要保了，这样算了，让这场就对啊，漂亮，这要沉得住气，这还有办法，让他先持得点，杰成先拿到一个灯，哦，那我那个西宫打到会消失 ，EX， 这刚刚常见，但是没有挡完，果断的耗了两条气。把对手带到角落，顺便增加伤害，38%。下段下段，角落的压制，不让对方出去。哦，脚踏车地位换位置，这个蛮难确保。下段气功是有破绽。哇，大门这个确认，漂亮。一三，挡住了，扫腿，下歪。哇，下段命中，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挡到最后。对啊。哦，哎啊，可惜。哦，他那两段霸体都被踢掉了。对啊。那个玩家先忍耐一下，这场关键哦，电闪没到啊啊！哦，对，那这场最后有你们要再练习一下吗？如果你们要再练习一下，我就一点半开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是再等一下下，卢比快到，你知道卢比。